怨愤愤的，昨天那些人都不见了。我听干这事的人说，李将军都快跟这马一样肥了，假都戴不上了。朕跟他一样，也有想要的。要看众臣工答不答应，也要看主帅答不答应。现在就可以把他叫来问问。 太子要干什么？ 保护的人，阁下难道没有吗？我有，我也有，而且不止一个人。殿下！殿下！拦住吕恨，他私自带甲，对陛下不利。拿下！是。 想干什么？大王误动，疑避嫌疑。报了，看看他们有没有迟线。谋反！殿下！殿下！殿下！快扶起来！ 你身段都没事吧？大郎，咱们还不过来领赏啊？陛下，陛下，你还好吧？朕能有什么事？ 如果给他和这支军队同样重要的恩典，给他以无法拒绝的理由，不斩屈人，那得是怎样的恩典？这次射柳，太子还是不要赢的好。
我想要，陛下，这……不是说朕给什么就要什么吗？ 传朕圣旨，朕皇长子定唐，英武可造，在家砥砺，或可更进一步。国至亲王用金带，朕今日特恩赐其玉带。 萧定唐，叩谢陛下隆恩。中书令，有什么要说的吗？陛下，臣会通知兵部，将方案交给常州刺史。 这就好。中书令，费心了。还有，吕将军，常州刺史出京之前，希望全力配合。臣遵旨。蠢货！蠢货！天地造物不测，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蠢货来？恩相让下官做好准备的吗？ 我让你立据，拿嘴巴去去，没让你干出这种受人口实的蠢事来。可是殿帅今天的阵仗，恩相不是也看到了吗？那是早就有备而来。如果下官今天不这样做，恐怕早就成了殿帅的刀下鬼了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恩相难不成还真要拿着下官的命去做道旗，发动兵谏，逼迫陛下收回成命不成？你！ 早有准备，说的没错。陛下大概心里也清楚，非此物不能抵偿吧？岳丈说什么？这只不过是一条普通的袋子而已，一条袋子，那可是臣养了十几年像眼珠子一样宝贝的精锐呀！ 陛下是铁了心的要削臣的兵啊！说得好听，调他们去劫持顾思林，这真是锱铢不费一箭双雕。臣怎么就没想到，陛下会来这么一手啊？